准备要第一次来吗？准备要不要跟我讲一讲？讲弄那个日本怎么样？很好，那个呢？很好吃。然后环境呢？很干净。对，没有水。然后安静，对不对？然后以前我第一次碰到这么小的小朋友，我的性子是小学的六年级，因为我不是阿嬷了。然后这一段时间不是都是疫情吗？都不能出来，对不对？前一段时间我都是帮那个大学生出去，在台湾的大学生，他们来日本过来，他们都这，就是他们那么穷，啊，让他们直接每天拖着自己，每天拖着每袋，他今天很高兴认识你，你看你们是不是很熟悉？你们是原住民吗？是，不是的举手。不是的，举手了。对，不是看起来，周平，你不是原住民，看起来很像。原住民是原住民哦。